선수라는 선수가 저희 팀의 이민구 선수라는 선배를 이겼는데 제가 봤을 때는 양지부는 나이는 많은데 실력은 없는 것 같습니다. 그냥 양지부 아저씨 이제 나이도 있으니까 백수만 드시고 고향 내려가서 체육관이나 차리세요. 李在镕的对手，中国的名将阎锡波。阎锡波的绰号叫做"中原飓风"，他是典型的以压迫式力量打法而闻名，体力充沛，拳打精湛。这个地面打击，看看能不能直接。哦，这个，哎，把头摁下去，把对方把头摁下去。但是双方的攻防在做地面攻防。下位的韩国选手在做扫技，没有形成。想要坐起来，想要坐起来，加停。阎锡波这个有力。可以地面扎击，是最有力的地面扎击了。地面扎击，这有可能直接这个裁判可能终止比赛。如果是有可能，已经没有办法做防守了吗？对，是因为要提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。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。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姿势之后，双方要回到场地中间，怎样的把那条腿抽出来？他很明显要进行侧压，骗了一个动作就提成，拿到后背。好，阎锡波解脱了。好，看这个地面扎击，是他最擅长的地面扎击。对，这个地面扎击，看看能不能直接。看到阎锡波，阎锡波这个有力，可以地面扎击，是最有力的地面扎击了。地面扎击，这有可能直接这个裁判可能终止比赛。如果是有可能，已经没有办法做防守了吗？对，没有了，没有办法做防守了。这个 PNP PKO 获胜，每一拳的力度都让对手没有丧失了这个防卫的能力。现在没有防卫能力，就要再终止比赛了。对，完全没有防卫能力。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随行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建文先生为胜者。